此处必然有更加凶狠的杀阵，我们必须小心了。漆黑一片的地洞里打打杀杀，
小哥虽不如成熟男子，不过玩起来也肯定很有意思。哥哥是谁？你不是我的哥哥。哥哥你在哪儿？你怎么知道你哥哥死了？哥哥把我送到这儿的，他会来三年了。我的哥哥把我送到这儿已经三年了，他
他说过要来接我出去的，他却没有来。你不是哥哥，但是哥哥，我恨你。玉本是白色，你认识他？是的，你哥哥已经再也无法保护你了。他真的把你锁在这儿的恶徒没有告知你此事？将我锁在这里的人，我为什么？哥哥把我送到这里，说的当时你哥哥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和这些人关系很好，又把自己的妹妹锁在这里三年，难道说我受你哥哥的托付带你出去？出去？我看不见了。我带你出去到甲板上，到那些人会送那些人会带你到一个绝对秘密的地方去。我自小只有哥哥相伴，而只要跟着我，
救回来！大哥，咱们兄弟都死了，咱们愧对神。放肆！不许说出那位大人的名字。为了那位大人的记忆，我们要为他战至死。你在上面找到些什么？什么都没找到，只是防备果然森严，稍微耽搁了一阵。小心后面！又见面了。你引我二人到此，究竟为何？废话少说，出手吧。我们何必要经此一战？这就是宿命。你我谁都不如。
组织有此亲。你是组织的人？当年受明主所托，潜伏于南武，几番周折，多年来也未能跟组织的人联。你一直在帮我们。我引你们进来，为的就是演蜃楼。我要让蜃楼之主认为。玄玉，你知道多少？玄玉没有死，他在利用你们，达成一些目的。我的心脏已经被蜃楼之主，希望你们。我会替你转达给伊芙。我坚持不了。他就在这艘船上。所谓的蜃楼之主。什么？这艘船也不是真正的。这船也是一个幌子吗？我明白了。后面。上面这奇怪的机关似乎被几道铁闸封锁着。是不是还要打开什么开关呢？你看右边还有一个房间，过去看看吧，也许有找到的办法。明主，银铃他。你记得银铃走之前跟我说过什么吗？微仆记得，银铃说此生无望报答明主恩情，希望以后即便死，也要死在组织的人手里。这便是天数，派人把银铃接回来吧。